你来一段 freestyle 啊，最近很红，大家有没有看中国有戏啊？最近哈、哦，南柱赫有一个韩剧叫《何不的新娘》开始哦亮眼，我们来找亮点 ，Go。저기운전못하시는줄알았는데못했어그럼뭐예요지금지금은잘하고처음해보는건데재밌네운전이라身为神界水国的王位继承者，南柱赫为了收回神石下凡到人间，地球上所有事情对他来说都是新体验。韩剧开播第一集就有不错的收视表现，因为剧组下猛药。신의은총을내리니깨어나라第一集结尾，男女主角就上演接吻戏码，进展神速，让影迷拍手叫好，称赞编剧不拖泥带水。另外还有这个亮点，男主赫全身光溜溜的来到人间，好身材一览无遗。虽然开播第一集收视率就有3%，但是韩国网友却是边看边骂，批评男女主角演技太差，改变了原著漫画的故事情节，甚至连特效都看起来很不自然。毁誉参半的评价，另类的带动讨论话题，让后续剧情备受关注。TVBS 新闻综合报道。